来看妈祖的消息，庙里宫廷宫白沙对的妈祖回銮到第八天，这嘛是这一摆进行活动的最后一天。一日如大雨，回宫廷宫的最后一里路，妈祖所祭求，成为连桥啊，换作一般就是讲咱看到的超级超跑，换作八人钢的大桥。换桥过程中，一日如大雨，在信徒烦恼讲妈祖去南投雨，赶紧加压雨伞。白沙屯妈祖进香到第八天，要回銮宫廷宫，在这进前要进行换轿仪式。妈祖位位本来坐竹轿，换到八人才扛起挺重的大轿，到信徒烦恼妈祖出轿时阵，会压个担高高，无用替妈祖压雨伞。有信徒到三工，妈祖换轿嘛总算换好势，继续向前行。白沙屯妈祖到云林北港进香，来回要行400多公里，体谅工作的人辛苦，所以妈祖出庙门的时阵是坐八人的大轿，行一段路了后，伫咧秋木园广场换竹轿，因为竹啊轻，互工作人员加足轻松的。回銮进庙仪式庄严，所以嘛选伫咧秋木园空地啊换大轿，嘛代表妈祖回銮。每逢季节，活动消停，一直落大雨。不过回銮路的进香队伍也是真济人，信徒帽啊、含帽满，拢穿啊真周全，继续对妈祖向前行。找到那个白发公庙，不要再讲了，不要在妈祖陪走回台山镇的庙。对，囡仔体力真好，对妈祖做伙行。白沙屯妈祖八公七暝进香，回銮的时阵虽猛拄着大雨，不过信徒欢喜的心情无受到这场大雨影响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